我太高兴了，我饥渴被人干死，我徐晓峰特别饥渴，赶快弄死我吧！大家看，大家都照一下，赶快打我吧，快点来打我吧！民警同志啊，公安战警同志们，你们能看我视频的，你们去扪心自问，想想，真他妈丢人！중국무술관련영상을보신분이라면쉬셔동을모를수가없는데요중국영화나무협지의영향을받은중국의사기전통무술가들을2010년대중반부터직접격파하며자신의말을증명한 MMA 격투가입니다우리가쉽게알수있는1990년대초반의홍콩무협영화나소설은1950년대중국의애국심을고취시키기위해국가에서장려한소설가김용의무협소설에기반을둔허구입니다즉사실이아니라는이야기인데요문제는이런무협지나영화에서많이등장하던판타지에가까운중국무술을실제라고믿으며한발더나아가서직접돈을받고그판타지무술을교육하는사기무술가들이많았다는것입니다하지만2010년대중반중국전통무술즉쿵푸는모두허구사기이며과학적인현대격투기만이실전에서유용하다고주장하는쉬셔우동이라는격투가가등장했는데요그는당시이름을널리알렸던태국권마스터레이레이를13초만에 KO 시키며전세계에충격을선사했고점멸마스터위강대사를47초만에그리고무식태극권의대가천융을10초만에 TKO 시키며지켜보던모든사람들을놀라게만들었습니다이러한쉬셔우동의활약덕분에많은중국인들이중국전통무술의실전성과사기무술가들의실체에대해서알수있었습니다하지만이것은중국전통무술계측에서달가운일이아니었는데요먼저쉬셔우동에게현상금50억을걸며중국전통무술가들을동요해보았으나이에응한이압태텐예대가는2라운드고전끝에니키감방에나가떨어졌습니다쉬셔우동은중국전통무술의실전성이전혀없다고일축하였는데요再看传统武术现在还有一个特大的特点是什么他给你预备是干这个对吧他要觉得身体人身合一这个腰马合一这个劲儿要这么转起来这么转起来你这么大的幅度的移动脑袋这么大的移动首先你自己的体能就没法保护你不信大家自己转吗大家听我的干这傻逼这种事儿转一分钟你他妈自己就累死了你看人家拳击的步伐移动上半身放松盯着你整个就位置就盯着你在瞬间噗爆发出重量的力量打出来这传统武术呢这他妈什么呀这步伐跟这跟傻逼似的这怎么玩啊你不可能跟这이에중국무술협회소린건법연구부회장이자중국 CCTV 무술대회심사위원이었던짜위롱이라는전통무술대가가쉬셔우동과대결하기위해그의제자두명과함께쉬셔우동을찾아갔습니다아한번비고비고跟谁啊老师那你问老赵他同意就行啊我没问题啊接着直播我没问题啊不直播没事可以直播直播着老赵上来我秀东我现在上来如果老赵不舒服你可以上来就是你是他，你是他的人吗？我是我学生，我是学生。你觉得你上来跟我比划，大家来一下看一下。那个我需要都恳请这位老师跟我比划比划。完了之后不带拳套。OK， 就这样。好吗，老师？没事，老赵没关系，老赵没事。这么办，随便打。完了，中国传统武术踢裆插眼都行。我需要都开着。完了，有这么多的录音。完了，我受伤，我也不能待，不能待，没事，就这么着吧。我受任何伤，我自己付。大家也放心，老师您有任何伤，我给您掏钱看病，麻烦您进来。老赵都裁判，打不打？我欢迎。我的学生，我说了算，不打，就这样。我听老师的。我再说一遍，赵老师，我们俩现在关系挺好，但是，我欢迎所有的传统武术爱好者跟我打，尤其是那些太极啊、咏春，包括现在赵老师底下的学生。我太高兴了，我饥渴被人干死，我徐晓峰特别饥渴，赶快弄死我吧！大家看，大家都照一下，赶快打我吧，快点来打我吧，我找死！你们都是傻逼，就我牛逼，快点来吧，行了吗？好吗？老师，我都这么激你了，你还不上来？我已经这么激你了，快点上来啊！照一下，照一下，快点上来啊！跟我打，赶快，我都不行了，我徐晓峰，我告诉你，我绝不耍赖。我绝不以多欺少，我就想打人，有吗？没有。5 4 3 2 1，我下来了。谢谢。那我就说说话吧，老赵。
好了。야这怎么这怎么중국전통무술협회간부였던짜오이롱과두명의제자가쉬쇼동과대결하고자그를도발하였으나쉬쇼동이강한기세에몸을움츠렸고오히려쉬쇼동이역으로도발을시전하는등끝내꼬리를내리고도망가는전통무술가들이었습니다쉬쇼동의엄청난포스를볼수있는영상이었는데요영상에서는쉬쇼동이태극권영춘권의고수와대결하기를원했고또한자신을제압할수있는중국전통무술가가나와주기를바랬습니다중국에는태극권영춘권등의무술이영화를통해유명해져서이런무술과관련된사기무술가가많이있지만위무술이외에도방랑권학권원숭이권뱀권등대충봐도사기무술이명백해보이는무술에대해서도맹신을하는중국인들이의외로많습니다또한중국에는미친개권이라는무술을자신이창시했다고주장하는천허가오라는무술인도있었는데요미친개권에대해간단히설명드리면미친개가짖으며광분하는모습을따라하여상대를위협하고제압하는무술이라고합니다특별한기술이나교본이있는무술이아니라미친개처럼광분하여상대를무자비하게공격하는무술이라고창시자인천허가오는설명했습니다그가교육했던내용은사타구니공격눈찌르기이빨로물어뜯기등이라고하는데요미친개권관련영상보겠습니다약간은우스꽝스러워보이는미친개권은일반인에게위력을발휘할수있을지모르지만격투기를배운선수에게는어림도없는무술일것이라고일침을가한쉬쇼동인데요하지만더크게문제가되었던것은영상에서도나온것처럼중국항주시어느교도소에서천호가오를무술교관으로모셔서미친개권을교도관들에게가르친일입니다我放眼全世界这个陈赫稿他的无限制格斗又名疯狗拳真的叫疯狗拳真的叫疯狗拳是我认为全世界神经病最适合练的拳最适合练的拳没有之一你们这帮杭州的监狱的是不是小学文化水平没毕业吧啊请一神经病你要说杭州神经病医院请陈赫稿过去当教练当教官我绝对鼓掌对了找对人了你一个监狱的管理的警察队伍你让这种神经病当教官去我操完了警察我咋呀啊打那帮犯人那帮犯人也急了我操哎什么玩意儿我操咱们的公安干部能他妈的练陈稿完这样的东西吗我就问问民警同志啊公安战警同志们你们能看我视频的你们扪心自问想想这种神经病的拳给我们配不配你们这个光辉的形象本来你们的形象就不太好你在练陈疯狗陈搞完这样的疯狗拳你们还当警察别当了真的直接去神经病医院吧真他妈丢人이처럼지금도인식이그다지좋지않은중국공안간부와경찰이미친개권을배운다는것에대해일침을가했는데요정말쉬쇼동의이야기처럼교도소책임자가제정신이아니거나뇌물을받지않은이상은미친개권의창시자를직접교도소로불러서경찰들에게가르친다는것은중국이아니라면일어나기쉽지않은일인것같습니다미친개권을배운중국교도관들의모습이정말기대가되는데요오늘준비한영상은여기까지입니다지금까지수석보좌관이었습니다감사합니다